块这个杆子，右弯换一下大，对，减速退，退到二，要减速，对，要配合速度，好吗？加速，好，换挡。欸，其实我发现这个张默默真的是一个障碍，我开始有压力。然后换挡，它可以挡住灯光啊。如果没有这些树，两边的灯是互相照的。啊，晚上的晚上的时候，你会很难过哎，会看不清楚哎。有开车才知道的，根本不知道。那是在挡灯的，那时候会你会晚上的视线会比较清楚啊。如果没有，一个人开远灯，我感觉要快瞎掉了。哦，对。换挡，哎，这边有个小默契，踩油门，然后换挡，双离合器，然后换，双离合器，对，车道加速，他这样子搞，他会被你吓到。哎，说推出一个驾驶方向，不是啊，他没有导方向灯，你没发现吗？我发现了。一个驾驶老手竟然这样子搞。突然的嘞。